本王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来人。多敌呀！就是，哎呀，将二人王君，这对奸臣淫妃竟做出了这等无耻之事，臣斗胆请王君赐死二人，以昭我成于国之清白。王君，此事绝不可再优柔寡断。那白小九出身乡野，本就来历不明，现在更是让成于国、让王君被天下人所耻笑，此女定是祸患，留不得呀！是啊，王君。退朝吧。退朝。恭送王君。王君，王君。陪本王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本王要去见他，问个清楚。本王要和叶将军好好聊聊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坐吧。臣不敢。你都敢跟本王的王后私奔，还有什么不敢的呀？不跟本王解释吗？事已至此，解释又有何用？你倒是坦诚啊！你不说，好，本王问你，你回答便是。你和他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我得知他是女儿身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他了。可是，他
她很快就被封为了王后。那她对你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小九只和我说过，他愿寄情山水，不愿待在深宫。他是我带进宫的，所以你就在他被封为王后的前一天把他带出宫。叶青提，你是故意在给本王给整个成雨国难堪吗？青提此次铸下大错，罪该万死。今日乃十年来至阴的天象，成雨国大变，天意啊。给本王配了多少人？30。30？开什么玩笑，30人如何攻城？殿下，你可别小看这30人，这30人可是淳安国1等1的高手，能敌100人。到时候我们兵分两路，一个攻城，还有一个取宝。那城内的大战呢？殿下，你只要帮我把城门打开了，便会有人率100人直取城内。叶青提不是在牢里吗？没有叶青提的禁卫军，一定溃不成军。殿下不要管城内大战，直接取宝即可。还有，到时候我们声东击西，此番一定是天衣无缝的。我有一物要给殿下。这是何物？妖刀蓝羽。蓝羽？殿下遇险的时候，这把刀能帮助殿下。任何人挡在殿下面前，砍掉即可。那我们就静待其变吧。